所以很高兴今天看到很多人啊，就像早上建议的一样，要多聊天。除了在实体的地方聊天，包含后面的四楼纪念品摊位区，还有走廊跟楼梯上面看到很多人在聊天跟叙旧，还有认识新朋友以外，也看到很多人在GLIMB Summit 的GLIMB 的聊天室 Slack， 还有 Twitter 和社交媒体上面都有给过一些很好的回应。那另外也很高兴今天学到了一个新的想法或新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就是我们一堆人忙了一整年办一个会到底在做什么。因为今天我又遇到好几个人来问我说为什么GLIMB会有那么多人在这边做事情，然后也没有得到什么，然后又很累，到底是为什么呢？所以智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就是所谓的贡献就是你在社群中对彼此的确认，然后我们做的事情归根结底其实可以说是一种爱。那明天早上的 keynote speech 会是John Paul Steele 博士所带来的《宅宅政治与全球文化战争》。那 John Paul Steele 博士是人类学家，是Royal MIT 澳洲的 Royal MIT 的人类学家。那《宅宅政治》（Nerd Politics） 这个概念是他从他在马德里、马来西亚、印尼等地田野所萃取出来的一种概念。他所描述的是一群人，为了一些目的，政治上希望推进一些议程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这些人 不一定都是 technologist， 不一定都是科技人。我觉得这很可以回应到知行早上讲的，就是在这样的社群里面，不是只有懂科技的人、会操作科技的人才会参与。麻瓜，所谓的麻瓜，在Dr. Postio 的描述里就会有律师，然后媒体工作者，然后学者等等都有可能出现在这里面，那进行一个跨领域的协作。那我相信他明天也可以带来，为这个活动、这个风潮带来新的想法跟视角。那欢迎明天早上大家9:30到国际会议厅这个地方来来听Dr. Postio 的 keynote speech。那顺便报告一下，如果你是讲者的话，今天晚上记得要有讲者晚宴。我们好像有一些讲者没有收到这个消息。讲者晚宴在北云餐厅，在今天晚上6:30。北云餐厅其实就在旁边，就是你从这个建筑出去，它就在隔壁。我们在地图上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馆，它就在旁边那个红点那个地方。所以你出门之后，你要稍微绕过前面门口的那个工地，从南侧的电梯下去，然后绕过那个工地，应该很快就会找到了。那我们6:30开始，然后最后是明天继续。我们这个场地到现在是5:31，我们这个场地在5:40这个会议厅要关门，所以要请大家等一下就要移步到外面去。外面的公共区域包含走廊跟楼梯都还是可以继续留到6点为止，但是这个会议厅要先关闭。那请大家记得保留各位今天领到的名牌跟警绳，明天要继续使用它。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